出去结束就给你们发啊。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，随便杀对面五个先吹，是要先吹好给法外打一针定心丸，然后该卖的时候就把它卖了，然后再顺便抢个蓝 buff。 对面谁打一点让我 A 下呀，你这个努努啊！哇，都他妈残血，完了完了，现在炸了。妈的，心态雪崩，一个人都没拿到，为什么选稻草人打 AD 啊？这是从哪里学的？还选稻草人在我面前打 AD， 我真的怕你是想死哦！哇，这是能大杀 Timo 完了，夭折了！小奴奴，哇！你能把我 A 死，真的！我他妈给你心木！等这个武器开门送温暖。这武器咋还不来？你咋不抓人呢？我还以为这个造草人是玩 AD 草人呢，我还以为他从我这里学了一手呢。妈的，毛把蛋蛋缠着了。哇，这家伙意识真的妙的烦。
这人应该是恐惧错人了。这草人怎么还值300啊？哎，这武器咋还不来？你咋不gank的呢？他跑上路去了。来来，送一个，送一个，送一个。刚好我这波我也要回家了。然后再给努努吃个人头就无敌了。我家先做个工作鞋吧，但是也不太想做，但是刚好就800块钱，我觉得很尴尬，还是做一个吧。我觉得剑圣不可能能打得过 Teemo 吧，真的。Teemo 上路简直就是近战克星啊，没有人能够打得过的。哎，不太对啊！这个草人他喵的一直不用 Q 的。哇，他妈的！哇，这武器打的是真的，这武器打的是真的不小，他还刚闪现过来。现在草人值钱了，想办法让这个努努也值一点钱。哇，你干嘛？你这么贱人去丢E的？哎，对，这下努努也值钱了。我现在就希望这个武器来下，他不来下我还没有人杀。哎，我看一下这一塔拆到哪里吧。一塔不能让剑圣拿了，我先拆了。这个剑圣太鸡巴能拆了。减速真加给，哇，这两个人这么凶的。
把其他路都是优势有点脱节，就是线上面他们其他路都能打得过。哎我操，我 A 不到，这个想宰他的话有点难，是不太好杀。哇，这夏里奥的大招好接帅，他应该是死了。回家一波，我看一下这个全能做什么，6700。开始该干嘛干嘛。现在杀人如杀鸡的。我感觉英雄联盟中论发育速度的话，没有人可以跟德莱文堪比。但是德莱文一定要有人头，没有人头的德莱文是很难发育的。这火人在这里想干嘛？在这里瑟瑟发抖的。哎呦，你是真的皮！哎呦，我他妈今天不把你给砍了，我真的。果然是真的皮，哎，都是一堆七八百的血的人。我又3000多了，我又5000块钱了。哇，这武器你到底，你这是要？完了，这下我他妈是真的。开大呢，真一刀斩，一刀一个。对面等级太低了，都是一些八级啊、九级啊、六级啊杀的，而且都是一些脆皮武器，贴墨、草人、火人，这火人1000的、1100的血、1200的血，只要一刀。
哎，我操，你他妈一刀不死。这人他妈的吃了金库拉吧。哎，算了。你为什么？我在想这草人为什么敢用大跳啊？别在这里晃来晃去了。谁把这个东西打了？这弄弄还是有点肉的。哎呀！还要抽我的毛爪！哇，怎么老是不暴击的？你们只能听到音效，各种挖爪给喷大 Q 啊啥的。回家一波。妈的，我的五杀！哎，我操，这么抢个蘑菇，这火人出来就一刀的。哎，这也算五杀？有没有网吧五杀奖杀奖励信金的？